告诉你你要的答案。大河之水天上来，仙人锅顶结霸圣长生，是我被困在这人间太久了。这是我们师父，他怎么变得和我一样年轻了？这个武功呢叫春，只要练会此功，每30年便会重返青春。玉皇后，听老朽一句劝，回头吧。昨日还是守在星辰的天下第一人，今天连个银斧都摘不下来。好香的果子啊！我只是瞧不起你的金刚幻境，若是不服，和我过几招如何？雨生魔，这一面我们不该见。啰嗦，徒儿，我不想让你看最后一集，是因为我不想你误入我的后尘。你既然看了，就要当得起这一剑的传承。看来李长生这家伙是准备要把他的绝学传授于我了。什么绝学？双手刀剑术。今日让我们共襄这场试毒大会，弘扬我独门一脉。云哥，保重。保重。我朋友被人掳进唐门了，我要进去救他。杀出曹安者，杀！求人得人，才算不负此生。人间太无趣，仙人啊，且把我的长生拿去吧。